来来来，我给你掐个镜头，真的是。这还不行吗？哦，来了来了。 走了，走掉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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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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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满满的回复，我们说，满满的回复。好，准备在。我开把一些折一下噶。我到时候后期帮我们 P 一下。可以了，你们两个可以缩拢一点点。勇者一二三，他要辟邪。我有别的老公。好的。我们今天是头城跑出来。背着沙老公出来。三二一，祝爸比美新婚快乐。妈妈，新婚快乐，不得来，要幸福哦，要幸福哦，哎呀。
现在紧跟你。三二一，祝马冰梅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长长久久。一段时间不见，你都会化妆啊？就不来见你吗？是吧？来开会了。这也比较短一点嘛，你们比较长。大家看我哦，好，准备三二一，抬头，哇，好看。无论我们社会地位如何，我们都应该结婚。我只用了两个词，每年100个亿，100亿，不管是就是在大学上也是我们时代的奴隶社会，即使是一个奴隶到了这个年龄，这也应该要结婚。同样是从那个时候说，结婚是我的一种圣洁，谁要是违背我的圣言，这不是我的坛子。那么就说，如果一个人他不结婚的话，你要说这是一个穆斯林的朋友就说不过。ولا تنكحوا المشركين حتى يؤمنوا ولا عبد مؤمن خيرًا人生到什么时代啊？一个你能担当的聘礼只是一双孩子，你们任何人不能只在的啊！你说那还一双孩子就交代了呀？不能只在，这都自己的亲人，任何人不能只在。但是如果要么高上，有时候都自己呢，那么任何人也不能只在的。但是神圣的王朝里面告诉我们，最有激情的这个婚姻啊，最有办的开头的婚姻就是聘礼最简单的，有个谁的聘礼啊？跟马姨了，马姨了，这个就是标准了。
你没笑出来。
小差兽。烤那时候烤我。